老外说中文名场面合集。你好，打扰一下，您会说中文吗？会呀。啊，您最喜欢什么野生动物？我很喜欢大象。大象。大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会说大象话。你会大象的语言吗？对呀，会呀。啊，真这个好神奇啊。啊，你好，怎么说？这样的。老外教老外说中文。英文不好，不好意思说。你这是哪儿的口音呢？福建的，福建老外。你喝分不分呢？怎么就不喝呢？对，厦门福建啊。哪儿福建？福建啊，福建啦。福建，跟我发音。福建，福建，准备呀！做核酸被吓出中文。看到很多老外。今天在电梯又看到了很多老外。疑似国粹泄露。胡了！哎，你这点是算的。